原标题：七十多年前老报纸描写日寇虐杀中国女性，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愤怒。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的暴行，老兵这一代人知道的并不是很多，特别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，他们印象中的鬼子进村很可能都被影视剧娱乐化，变成了中国老百姓在欺负日本鬼子。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的，对于日本人的暴行，翻开史料，在成千上万的事实中，每一个事实都可以令人流泪，让人愤怒。特别是日寇对沦陷区妇女的暴行，奸淫杀掠，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形容的。抗战中的女性和他们的遭遇，其实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，虽然都是事实，但是把这样的往事写出来，总是让人觉得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色彩，有的时候甚至会被人误解了作者的目的。所以老兵在整理日寇暴行的时候，一般不会去过多描述日寇对女性犯下的罪恶，有些文字老兵也从来不去使用。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，再怎么样也是真实发生过的。今天老兵就摘选几段1942年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文字。对于日寇侵犯中国女性，这篇文章描述了这样一些现场：发现一个少女的尸体横躺在村边，紫血不断从腹部涌出，这是敌人昨夜从老百姓家里强拉走的一个不满14岁的女孩，她的全家因为反抗被押到城里去了，她是走到村边死力抱住一棵大杨树，咒骂着戏弄她的敌人而被刺死的。一个23岁的少妇被三个禽兽轮奸之后割去一个奶子，然后才死去。三个兽兵还将割去了奶子挑在刺刀尖上，一边跑一边狂笑狂喊：大大的葡萄啊，大大的葡萄啊！展开全文行。